四章创世纪十章第一节，两天之后，保罗向门徒来，劝勉他们就离别去行，往马其顿去。第二节，就骗了那日带去旁，用许多花劝勉门徒，然后来到希腊。第三节，在那里住了三个月，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，犹太人杀鸡要害他。他朝天子从马其顿回去。第四节，从他到叙利亚时，去的有比利亚人、比罗斯的儿子苏罗巴特、帖撒罗尼迦人阿里塔古和斯贡都，还有铁比人该要，并犹太人要要亚细亚人推阿基古和铁罗菲摩。第五节，这些人先就差铁罗亚丁喺我们。第六节，除了除州的日子，我们从菲律宾开船，五天到了铁罗亚，和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了七天。第七节，七日的七日，我们起飞扑病的时候，保罗仍未有七日去行，就与他们共论，直讲到半夜。第八节，我们起飞的那初疗伤要敲下钉柱。第九节，有一个少年仍然名叫姚退顾，坐在重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将要刚要到时，少年人熟睡了，就从三层楼上掉下来，扶起他来，已经死了。第十节，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，包着他说：你们不要发放他的灵魂，凡在身上。保罗就上去薄饼吃了，谈论喜酒，吃到天亮，这样就了。第十二节，有人把那同志发发的扔来，得的安慰不少。第三节，我们先上船，开往阿苏去，于是又在那里接保罗，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。他自己打算要步行。第四节，他既在阿苏与我们相会，我们就接他上船，来到米推尼亚。第五节，从那里开船，七日到了基亚的对面。有七日，在撒阿苏与我们相会，我们就接他上船，来到米推尼。第十五节，从那里开船，七日到了基亚的对面。有七日，在撒摩靠岸。有七日，来到米利都。十六节，乃然保罗坐于七日日歌与佛说，免得在亚细亚耽人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靠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十七节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向众高飞的长老来。第八节，他们来到保罗就说：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是众为人如何？第九节，弗斯主凡是强皮人中流泪，有见犹太人谋害建立试炼。二十节，你们也知道，凡是你们要热的，我没要热用撇会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各人家里，我都交托你们。二十二节，要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，当双双的悔改，先靠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二十二节，先差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思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有意见是么事。二十三节，但知道先连在各城里相我之间，实要困锁而犯难，定替我。第二十四节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贝，只有行万我的路程，前超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接示，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。二十五节，我所从差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上帝国的托。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差再见我的面了。二十六节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却不差我身上。二十七节，因为上帝的旨意，我偏没有这样撇会，不传给你们的。
新年里你们做全权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尽心，也为全权尽心，莫让上帝的教诲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29节，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要上抛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30节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要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有人要门徒跟从他们。31节，所以你们应当坚强，纪念我三人之救，就也不出的流泪啊，劝诫你们各人。32节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托，借托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神圣的人同得纪念。33节，我未曾贪图一家人的金钱而不。34节，我借两扎烧香供给我和同源的使用，这是你们自己自偷的。35节，我凡事给你们做帮佣，叫你们自偷应当这样劳苦付出软弱的人，要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事必受跟未要付。31节，保罗说还有这话，超过下同众人道歌。37节，众人痛哭，抛出保罗的颈项和他前罪。38节，叫他们最伤心的朝起他说，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。那句话意思送他上神去了。